皮皮我养了是有一年多了，2018年12月20号，我第一天教他学的玩滑板，不到一个月就会了。他自己做的那个电动的，前面是第一个是电动滑板，然后那个有遥控器是控制在我的手里面，然后有前进有后退有刹车，但只有这几项，他那个拐弯是要需要皮皮来控制方向。然后那天去广场就是小朋友特别多，有人想做嘛，然后我说你可以试一下，第一次做了一个，结果一上来之后还挺好，拉着还挺美的，然后后面几个小朋友就喊着我也要上我也要上，然后就安排他们一个个坐到上面，然后慢慢的走，然后皮皮在前面带着头，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玩。他对人的话特别特别的友好，他特喜欢跟人互动。